Reggaeton! Boom. Boom. <笑>不要压！不要推挤！大家都有机会过关，不要推挤。不要笑。哎、欸，这个造型感觉很硬哎、欸，头上有牛角就算了，裤裆还有一个那个胯下还有一块可以防御哎、欸。大头防御，小头也防御。快点快点，想好了没？你们想好了没？想好等一下聊什么没？这一把必吃。哎，为什么我们都会出在对面呢、啊？干，那个根本就是他妈的！哎，他妈你是可以站起来的没？啊？到底是怎样啦？明明就跳了，白烂了这游戏。那个大哥怎么不见了？完了，这游戏有高手哎、欸！大哥的瞬间就消失哎、欸欸！是不是有外挂、啊？刚我都看到有人往天上飞，然后那个黄色的就不见了、啊。这是不是有人开外挂、啊？操了！不要被我抓到有人开挂哎、欸！那个奇怪位置，然后忽然那个飞过去，然后那个黄色就不见了、欸。用弹的也没那么准吧？我们找一个比较有机会晋级的，这个十二分，看来它比较危险一点。啊，又没吃到，现在很紧张。最后五个人，还差三颗。啊，两颗，有机会吗？最后五个人，他现在很紧张，再一颗。哎，他怎么大家都卡住了？最后一颗近在眼前，开始失误了，疯狂的失误，淘汰，好烂的这个人，通通淘汰，哎、欸，不要，再少一个，哎、欸，观众中离一下，不然要分队了。主播人好，找你一起糖尿，真的假的？他会玩这游戏吗？干，怎么又是个那个球啊？妈的嘞！哦，天哪！不，那个球跟他妈分割画面一样，到底要怎么躲啊？打爽没？不要再撵了！不要再撵了！谁他妈这边拉了？干你娘的国王！操！别再拉了啦！完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对，还好。干那个圣诞老人真是杀小啦！拉爽没啊？操！哎，完了。想好等一下聊什么没？这一把必吃。这关怎么看起来都很难？这看起来这个第一关很有学问呢、欸。靠背哦，软脚谁啊？
卡卡西好难控制哦，操！哦，其实也没多难嘛，就一面接一面而已。干，我以为要什么神奇操作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累个！这个那面是上不去的吗？还是可以拉？有点难啊，怎么过不去啊？这怎么过啊？妈的！要从旁边比较简单，感觉又是他妈一个，就是他妈一个阴人的关卡、欸。感觉从旁边走他妈简单多了，操！哇！小学生不是第一次玩这一关，是第一次玩学个经验嘛，不马上就会了吗？萧敬腾要怎么做才不能破除统神魔咒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不要一直问我一些很难的问题好不好？哎，干嘞！怎么那么衰到被撞下去啊？妈的！哎、欸，完啦！要被淘汰了，操！哎、欸，这个场子怎么特别卡、啊？那奇怪，累个累个的，没事掉下去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啦？一锤入魂，一锤入魂，飞起来！完了，六七八，哎呦，怎么 disco 被我拍到坏掉了？是不是？很奇怪的东西出来，哎，为什么突然跳了一个杠杠 O 的 DC， 然后关不掉啊？哎，怎么了啦？这游戏真的是越来越烂，人家游戏是越做越顺，越做越好，干你妈！这游戏都越来越卡，怎样？不是很奇怪耶、欸？干，他每次他妈脚都粘在地板上，还是我要拍手，我要证明我有按啊！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迷弟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七拍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型都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